清凉美女抓鱼去，就团到花莲赏莲花。因为你一降放一降拉，一二三四个全部会动到。哇哦，盛夏时节，美女们下水抓鱼，真是清凉消暑。花莲县光复乡马太安湿地种植5公顷的荷花已经全面盛开。阿布，还有我们的阿塞啊！昨天请阿美族长老祈福后，光复农会将在7月23至2天举办荷花季活动，邀请游客莅临赏荷。当天会有地方农特产品展售、荷花风味餐飨宴，还有剥莲子体验、荷花池拔河竞技等趣味活动，并有专人导览游荷花池，还有现煮荷花茶，免费供游客品尝，有吃有玩，绝对充实。最有趣的是，阿美族传统捕鱼法巴拉告。穿着清凉的美女游客表示，在竹筒里找鱼虾，好像在玩寻宝游戏。哇，很重哎，真有重。光复农会邀请全国民众到花莲赏莲花哦。动新闻，花莲报道。